有啊，有可能7点的时候再跑吧，不急。欸，上面有这只毛翼龙，我看一下任务哦，毛翼龙。我记得有一个人要打，他忘了是谁。我猜是燕吧。有极速与毛翼龙。打四只，我的天。有练到，差两只。啊，我要在那边等他们回来哦，不然我们要再重飞一次。空岛是真的存在啊，我没有骗你们啊，只是我飞不上去啊。像这个地方应该有机会可以上去，只要等他来。哎、欸。有了，看到空岛了。我再飞上去一次，我还差两只怪，先解决掉。是我的错觉吗？刚看到他就在他的下面呢，然后他飘走了。哦，这里是起点哦。哦，这里是起点啊。刚我出生的瞬间的时候，我看到他在这个定点。所以地图到中心点的时候，它会到那个位置。可我觉得那个距离跳不到，然后再飘到这边。然后它会再绕过来，绕到右边。所以我们这时候赶快去右边堵它，要快。有必要这么累吗？游戏而已。
不会，我的数学很好，算一算刚好。你怎么打？等一下，我们跳右边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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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过最低能的地图设计了。这里，哎，他在那边停留一阵子，然后再慢慢走，去看下一座。等下会经过右边那一座。就不能存档吗？没听到，有看到滴滴声。现在找翠玉的帕洛特。他们很脆哦。我们赌下面吧，因为有福德岛就这两座了。干，也不是这座。欸，我们死掉的瞬间，他会在那边停欸。可是就这两座而已，然后上面也没有怪啊，这问题啊。问题是上面没有怪。然后他到那区经过的地方，哦，不是这个，对啊，位置感觉不错啊，那边加那边，我们再看另外几区有没有辅导好了。如果照这个逻辑来说，我们先到，哎，这边你看，这边也有，应该要先到迷仙岛。不是，最上面的海域，你们看到这边有类似的东西？哦，是这里啊，是这里，我觉得是这里。这游戏没有开宝箱会喷过来的机制。你看，既然它有出这个可以跳的点，就代表是可以浮的。然后再加上这边有出过长颈鹿，所以我合理的判断要在这里等。跳点就两个、啊，先看它移动的轨迹。你看到前面有一个，前面这边一个，
看它飘，真的让我有点烦躁，气死我了。过来，过来！刚地上发光的是才几点呢、啊？哦，从中间那边，它会停一下。哦，所以是另外一区才能跳上去啊。我看到会不会飘过来？好了，所以我们已经知道右上角绕过去这边可以跳。然后再飘到另外一区。他飘走了。所以要再下一个点。要六个按去屏障，也好麻烦。干，都早上了，气死我了！哎、欸，你看这边有两个辅导，有没有？左跟右各一个。这个我去过，像右边的我去过。要、哦、要跳过来了，对，先存。那个白色的龙是载具啊，你觉得来不及哦？它这边好像会放慢速度，让我们跳。有是有啦，但他不等人嘞、欸嗯，不等了，很好啊。哦，我感受到了，哈洛特会不会在对面那间？那里有一个白色宝箱。他浮那么高干嘛、啊？没人上得去。可是只有看到宝箱，没看到怪。他会到那里，我们还是要回去等。我先搭上去试试看好了，因为这边等级比较符合我们的需求。哦，对，先叫骑兵出任务了，很浪费，有点浪费时间。
君の健闘に期待する。空岛，快来！看他要过站了，然后飘很快。我看有没有传点可以传到类似的地方，然后刷新它。没有，还是只能等了。噔噔噔噔噔噔！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这里也只有一个采集点，所以我们先不考虑跳这里，我们去下个地方。我在猜那个可能不是采集点哦，会不会是什么跳跃点？该不会是在那个最顶端吧？屋顶上面，哎，这边我们来过哎，这边就是那个啊，封印点。我们目标就是前面那个，我觉得会摔死。最靠背的是那边还不能存档。读一下，读一下。干！头好痛。那个高度应该都会摔死啊！对啊，那爬树了，我试试看啊。那个地方就两座而已。一个是箱子，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是箱子嘛，一个是跳点。那我赌跳点的那个。对啊，我觉得去跳跃点的好一点。感受到这游戏的恶意。差不多，差不多了。等差速率，要全力冲刺，先不存档。有好东西啊啊，再好那、啊、就水晶而已啊，对不对？
水晶我们又不缺。哇，来不及，不等嘞。公车，为什么你跑这么快？司机，还有人没上车。赶快，有没有人？马上找一下任何的攻略网，任何都行。应该每一个角色跳跃的距离都一样的吧？好，飞一圈下来，这边会加速。科P跳，科P跳，科P跳完 ，Lex 跳。聂宝跳，聂宝跳。我要助跑。被推到了，太好了。对，是采集点哎，怎么会有人把采集点放在这种鬼地方啊？神经病啊！神经病啊！哎，风之封印，那只冠名怪叫什么？你想看吗？反正一定不是翠玉开头的。如果是的话，我们早就杀，早就找到了。北斗，没事，油渣都回来了。这里都要提升信赖度，这比较难练。先看一下有没有任务刷新，没有。我们印章好多、哦，但是新的任务就是不来。要动物又要水，
目前还有几个老婆没回收，大概剩下八到九个而已。然后扣掉任务的，也扣掉任务，因为我知道有两只的身份，一只是新只嘛，这个是杰任务给的，新只也是任务给的。哦，这才是杰雷属的。一二三四五，五只，哎，剩五只嘞，好快！我们先到塔顶吧。塔顶还有两只怪没解，就那两个鸟鸟。哦，有一个是一吹冰属星之，这个冰刀我看到，先把水分的羁绊刷到如土的地方，然后会有一个是异刃的记忆。哦哦，所以我们还要练星之就对了，要练它啦，那真的有点麻烦。星之出任务去了，我们要先把我们要练的带在身上。带在身上的话，他同样会吃到经验值，很厉害，会提升信赖度啦。然后主角又可以用所有人的狗。然后那星之就好解了，星之可以等剧情破完再解。两只，再杀两只就好了。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打死就有了。来看一下这冠名者是不是？记得不是啦，他叫极乐的斯堪蒂。自杀，去一下厕所好了。
贴吧那个只有提到翠玉在浮游岛，所以还是有，对不对？哦，贴吧还有后续的，是不是？零花的洛特，小零花的洛特，龟壳蟹，然后豪夺的掠夺的基尼，我知道。准备到站了，我们等一下先跳最近的那个点。八重切好用吗？超强，神脚哎！你先看他的那个倍率，这个是倒地伤害 1.3 倍，然后再看他的技能。你再看他的技能，来这个技能，倒地状态 1.2 倍，然后你再看我的装备，倒地状态提升一倍，加起来几倍？ 3.7 倍，爽。感觉七兵现在练到还 OK 啦，但我觉得练满那个成就感比较爽哎、欸，不觉得吗？有一种优越、愉悦感。来，下面那个憨包准备飘上来了。然后这个倍率还在跟其他东西加成，所以加起来就是屌炸天。他会绕那边，然后再绕过来。主线剩不多啦，剩九张、十张，然后九张前面还有一个网要推。那只网感觉很猛。对面的女孩喝羊奶，好营养，好可爱。好健康，好可爱。真棒，还会等我啊！刚刚都不等啦、啊。好，辅导就是左跟右，我们读读看左边的，先左再右。这几座漂浮的我都逛过，那座我也逛过。你们知道我为了找他，我找了多久吗？就剩浮岛没有撞过，找了真的三天三夜。然后这个还有机会摔死哎、欸！
这个很明显是采集点啊，你看它在发光。到底谁设计的？谁要来这边，就是为了拿一个采集点？他会触发什么？笑诶、欸。不是啊，我跳跳看啊，看有没有触发什么事件。我还有最强大法哦，要更新不要？哦，本体要更新了，他该不会把那个吧修掉了 ？Heart Fix， 哦，是本体要更新，那没事。前板人物的位置在哪里？哎、欸，直接有哎、欸。真友善，哎、欸，所以我可以用这个剑招哎、欸。你干嘛在妮亚头上跳舞？实在有偏见。哎呦，有风压！我们再找一只精英怪，找到了我们就可以打后续的怪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位置在哪。噔噔噔噔噔，前面还有一个。倒的下面也太恶了吧！可是跳不过去啊。好，再跳最后一个，不行的换地方跳了。哦，扩充包。
换点跳。这里会飘的就一个嘛，对不对？啊，终于要过来了哦！等一下，我们再去拿那个白色的宝箱，然后我们再也不碰这个了。看错歌了，我多希望他们那些冒出来的就是帕洛特。哦，打蛋，然后蛋打出来之后，帕洛特就出来了。我已经失智了，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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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找了不找了。我们等攻略吧，等别人的攻略，自己找太麻烦了。还有灵动的两只可以打，灵动。先把灵动打死，然后这一排我们放弃，70%也不错了。灵动，气死我啦！找到我会弹出来了。所以要解最后一个任务，地里还有两只。
不是黑色的啊，情报是说是长颈鹿啦。哦，有额外任务了，这是天威的任务。出现了没出现的怪物，我玩游戏都很认真啊，哪一天不认真的？你说？有怪物要讨虐了，就对了啊！看到了。可能会不会在底下吧？哦，看见了，笑死！这种垃圾也敢变任务怪？闪鬼二还不错，一代有点太那个了，怎么说？小幼稚，然后校园生活玩的有点稍微沉闷一点，都偏向在认识人设啦，就铺梗铺那么久。我是不喜欢他每次都要叫那个娃你妈出来，我觉得很烦。自从碧鬼有了神机的设定之后，战斗力就暴走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啊。你看 Hikari 他天上有个装置啊，也是钢弹啊，那他也没拿出来用啊，对不对？人家多讲道理，哪像你他妈一天到晚娃你妈死了，对，李恩他妈真的死了。对不起啊，敌人，对不起、啊。小心小心。叫三声就算了，然后还要设计一个桥段阻止他叫。那为什么不在三代一开始就设什么机神战，对不对？你直接跟那个啊，跟那个谁？哦，这边不讲，有些人还没玩。打完喽，那么快。魔物猎人 Pro 啊，魔物猎人就值得拜一台 Pro。然后你还要什么可以玩？你可以玩人中之龙零级二，然后再玩六代，稳。哇，又要打新怪哦！我们打倒的飞天蛮也在英维迪亚出现了，所以女王要我们的救助。我的天！又在英维迪亚出现了。
然后要先到港口那边先问情况。魔物猎人好像是中文独占，就他日后会更新中文版。所以你未玩中文，你可能就要买 PS 版，不然你要玩日文版。女王陛下，我来了。好啦，怪在哪里呀？反正就是把他们怪解决掉了，就对了，简单嘛。在龙的气管附近。多拉宫的器官，龙的传人 ，PC 可以用 MOD 吗？应该，有机会哦，只要不联网的话。我很好奇下面。下面要怎么过去？哦，知道了，干武器的，好像很牛逼一样。兄弟，不要这么早打浮空。我自己来 ，OK。是抢功劳哎！你看又来 ，AI， 你不要设计的这么两巧，我自己接好吗？我很想要把那个谁拿掉了，不然我把他的那个击飞器拿掉。Get down, get down！ 结束。女神异闻录没有到真的大家都喜欢，像我就不太适合。我失望起来，玩起来有点闷。可是我看后面他的动画好多、哦。我玩到鸭字田那边，我觉得太长了，然后后来我就兴致缺缺的没就把它卖掉了，可能就不太适合我而已了。那后面的剧情量很多，角色也蛮好笑的。我有看过《女神异闻录4》的动画，然后我觉得五代跟四代他们那个套路都很像，就一只，然后觉醒能力，慢慢解任务。翠玉是不是在古拉那张图？是在那个岛啊，
在利贝拉。利贝拉就是这边。这场女武神不玩 ，Sega 的 ，Sega 的，我只对人龙有兴趣，还有初音。哎呀 ，Sega 的游戏你上传到 YouTube 就被删了，很恐怖哎。我玩很多游戏都没有、哦，就只有 Sega 会这样。Sega。看到、哦、是因为坦佩兰提亚被称为圣杯之铁的场所发生了异常，那我们要赶快去讨伐飞天蛮才行。天威又要拜托你了，好的。哦，要出事了。先要去提亚的这边，哎，我都忘记这张地图嘞。哦，对，决战之地啦，我想起来了。就是方死掉的地方。刚放 QQ， 尼亚，为什么你要长招？你不是会复活吗？啊！我们在过主线呐、啊，天威主线。哎、欸，在更下面。打架没有打架，他们打算在这边开店。打死三只，我猜他应该要绕下去了。杰的主线有要破吗？杰我知道在哪边获得就好了，我可能等全破之后再收集他。全破之后，应该可以在这个大地图里面继续探索，我猜啊。然后这里也有 BOSS， 我没有清，因为那时候我好像很赶吧。我在猜是不是在那个破坏兽那边啊，巨神兽那边。哎呀，这边居然没有半只怪。哎、欸，有哎、欸，它下面还有一个点是可以跳下去的。那我们先去剑锋那边。玩人龙还回来玩吗？有机会的话，应该是会了。全破完就没有包袱了，对不对？我在猜，从这边沿路走下去。
有。哇，下来这地图也太大，干八十七等是三小。Oh my god！啊，你看这边就和平多了，三十六等，对不对？适合我们。好空旷哦！哦，战场原野，有看到飞天满了，这里应该触发特殊线、特殊主线了，来挖一下吧。天威好像出事了哦，中间那个算不算冠名怪啊？哇，数量有点多哎，五只哎。五只哦，五只不好对付哦。可以一只一只打，慢慢来，不要急。哇，我们训练到那个嘴巴都要烂掉了，骑兵还是没解锁，是不是歌唱要到三十啊？太难了吧！主线还没有，还在浓，还在浓，还在浓。哎、欸，干要七点了，什么？我们浓了五个小时？骑兵还是没喷，有赢过来了。那后面的该不会是装饰品吧？其实根本没有那几只，还是要打三只而已。但多拉直接挫赛。这边该不会要叫骑兵了吧？我觉得多拉要把那个谁拿掉、哦，他拿贼丁拿掉。什么？这神阶不能卸下？真小。可是他刚刚就是用他被秒哎、欸。好的，慢慢弄，慢慢弄。希望那个。刷机遇蟹的点标被改掉了，
为什么？就是黄昏的关系吗？颜色变了。救人！救人啊！这次可以，这不可以，这不可以。八重切来，蜻蜓切，砰！就问你怕不怕？手抽就送八重切一份。从这边砍到三万，好爽！买萨尔达吗？不要，我不想玩萨尔达。那边对我来说是一个没什么兴趣的东西。一旦引いて立て直そう。了解。簡単には逃がしてもらえないようだな。やばいで、完全に包囲されてるわ。敵もどんどん増えてますよ。心配はない。あなたたちだけは絶対に守る。天意。おい、一人で相手できる数やないで。何するつもりや。できれば使わず。你又藏，大叔。致し方あるまい。大叔。メッセージ。我在猜，等下他会暴走，然后我们要打他。場所に。デイン、待ってくれ。
どこへ行くつもりだ？クレル！私のことは放っておいて。温泉回我应该是有跑过。君。あれが話にあった暴走なのでしょうか。おそらくな。過去にテオサウレにある神殿を破壊した時もあんな感じやったんやろか。絶対に暴走させないって言ったのに。ワイラの力不足や天意に無理させすぎたんやろな。天意を探そう。ああ、放っておくわけにはいかんな。天意は私たちに危険が及ばないよう一人で苦しんでいるんだ。そんな仲間を見捨てられるわけないよ。せやな、あれ以上悲しい顔をさせるのはごめんやで。すぐに天意を追いかけよう。はい、行きましょう。とはいえ天意には翼がある。まずはどこへ行ったのか突き止めなければな。哇，找天威也要这么麻烦。他在哪里呢？嗯，干，还要组织天威搜索队，太低能了吧？干，强度要35以上，哎，太难了吧？20分钟还可以啊。天威搜索队，那我们可以先刷一下安稳。他这个素材呢，好像在什么什么王国就可以刷到了。这边，这里好像就会掉了。岩土。然后骑兵先刷一下。最神的是他几乎是很多应该说很多神剑他们都有自己的主线，这才有趣。看35以上一只，哇，35以上也太难了吧。一只两只三只，35以上都是现有主力啊。哦哦，骑兵你35，力男要不要去帮忙一下？力男，还要两个球球的。哦，加农炮，一只。还有个弹跳球的。维托天的主线是暴食，就我们要把仓库的那个什么仓库塞满甜食，它就会升级，蛮有趣的。我绝对不在这里，因为照理说黑石榴我应该很快就满，没有满就代表就不够。神剑技能要特别刷，要要要。我们可以带一下星之有没有？星之，你干嘛出任务？这只看起来也很强。
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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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稳。要在古拉拿不到食材，我们还缺杰尔特米，还有岩土，这两个要拿到。我记得我有看到类似的任务、啊。看到杰，新之有一个任务了，有了，恢复神刃，接任务，然后利用传送刷岩土，在猎王国都能找得到，什么都能找得到，我就是找不到。找中国的网站，随便翻。山族刚刚很多了，就差岩土一个，然后还有这个两个。把那些东西给他之后，我们就可以触发下一个任务了。完了，要摔死了。哎呦，这个洞我没来过。千圣琵琶，这个洞很诡异，虽然不会有翠绿的帕洛特，但是可以逛一下，然后还触发任务。